大家好，我是明詩。早晨啊！今天呢我們拍個 vlog 先，咁咧轉頭咧我就要出去做嘢啦，咁帶埋兩個小朋友，咁同埋我爹哋媽咪咁樣，跟住晏晝又要帶洋洋跳舞啊，咁樣嘅日常生活。哇，好開心啊！事關我最近喺度減緊肥啦，咁所以咧都係盡量 keep 住食呢一個嘅健康餐嘅。今日嘅早餐咧就係、雞蛋啦，然後呢個原味乳酪啦，再撒咗兩粒藍莓同埋嗰啲波波脆啦，香蕉同埋蜜糖水。咁我最近嗰啲咁樣嘅減肥餐咧，都有 keep 住 post story 啦，跟住咧結果勁多人係 DM 我，嚇你咁瘦仲要減，你咁 fit 仲減乜嘢啊咁樣。咁但係咧。我好遺憾地話俾大家聽，你哋睇到嘅全部都係假嘅，即係我係一啲都唔瘦。你望到我呢一啲位，好似都唔係好肥咁啦，塊面都唔算好肥咁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嘅體脂啦、體重啦，所有嘢都係唔合格水平嚟嘅，以我嘅身高嚟講。咁所以咧，我就真係要積起心肝要減肥，因為實在我之前嘅褲已經完全著唔落啦，望住自己個肚腩，我真係接受唔到啦已經。咁咧就減肥啦，努力啲。咁如果之後真係成功咗嘅話咧，咁自己又滿意嘅話咧，我就會話俾大家聽到底我當時即係呢一刻其實我係有幾肥，而你哋係睇唔出噶啦。我們已經到了這個東涌東匯城，現在就要找東西吃，先找完東西吃呢才再去那個影相的位置做事，因為非常之禁肚餓。我想說我吃那些早餐其實不太夠飽，所以有時候我都會偷雞吃多一點，因為始終我還在餵人奶嘛，所以呢都 是要比那個份量再多一點才夠的。現在就吃 lunch 先。Hello 爺爺，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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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想得的喎，這個不想得，我們看那邊吧，看那邊吧。갑자기내게나타나준너난아무말도할수가없었지첫눈에반한다는이야기가널보는순간이해가됐어好啦，我哋已经影完相啦，因为实在好多人啦，咁所以咧系好难一路拍 vlog 啦，一路影住我平时咧点样同佢哋影相咁样啦。虽然唔紧要啦，咁总之个成品相咧，大家都会喺我 IG 见到噶啦。拜拜，拜拜，成日都带住佢哋出嚟做嘢，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都开唔开心啊？开心，成日有啲咁 colorful 嘅嘢可以玩喎，系咪啊？系啊，好啦，咁我哋而家可能行个圈就要准备去跳舞噶啦。因为咧，从小朋友出街咧，佢哋系好容易周围摸到嘢嘅，包括洋洋同大少都系好中意乱咁摸嘅，所以出街咧，我系一定会带埋呢一啲 baby wipe 嘅消毒搓手泡泡俾佢哋。因為它是沒有酒精和沒有香料，所以聞下去是不會有味的，也都通過了皮膚的敏感測試，可以安心地給 BB 用。還有其實大人都可以用的，因為它用完之後不會乾又不會黏粒粒，所以平時我幫他們兩個捉的時候都會順便自己用的。你們可能會問沒有酒精可以怎樣消毒呢？原來它是用了一種成分叫做本澤氯胺，我上網看過這種成分是用在一些洗乾水眼藥水上面都有的。最重要是它是其中一種新加坡國家環境局和 Hong Kong U 研究說有效殺滅新冠病毒，所以是非常放心的。現在只剩洋洋了，因為剛才我們已經放低了 B 仔回家了，現在就帶洋洋去跳舞了。很忙碌啊，今天是不是洋洋你應該跳的那些叫什麼舞啊？
hip hop， 系啊 ，hip hop 啊，好有型啊，一阵可以俾大家睇下。好啦，我已经送咗洋洋去跳舞啦。咁咧，通常喺呢一个钟头入面咧，我就会同爹哋妈咪去行下啦，又或者系去揾个餐厅坐低食嘢啦，咁样嘅。拍埋手先，拜拜，我哋翻屋企，快啲捉乾淨隻手就可以食嘢啦，肚餓啊，次次跳完舞都要食嘢，所以就買咗個麵包。退燒，頭先瞓咗，頭先瞓咗啊！退燒，係咪嗌我啊？翻到嚟屋企啦，终于咁入到嚟，为咗唔好整污咗屋企啦，咁所以入去之前咧，就会用呢一个嘅威宝 EX 消毒喷雾去喷一喷啲手袋啊、鞋啊、衫啊、B B 车啊呢啲咁样嘅，然之后咧就等佢干咁样就 O K 啦，风干都可以。如果唔系你用布抹，其实都得嘅。佢咧其实系好万能噶，即系咩家私啊、满冰啊、银包、电话啊、咩车厢内笼咧，都可以用嚟清洁消毒嘅。同埋咧，因為佢都係冇酒精嘅，一樣咧都係用本濟氯胺去消毒，咁所以咧平時同袁大少去街啊，我都會用嚟噴下 B B 車啊呢一啲，咁就其實等佢自然風乾就 O K 噶啦。仲有門柄其實都真係好污糟啊，千祈唔好漏咗啊！我最中意咧，其實佢係好香嘅，即係完全唔似一般嗰啲消毒嘢噴出嚟嗰陣味咁，所以咧噴完嗰個感覺咧，你會覺得又乾淨啦，又清新啦咁樣。掛住你大少。哎哟，妈妈换咗衫先可以抱你啊，知唔知啊？好残忍啊，要听你嗌妈妈先啊！好，嚟嚟嚟嚟嚟嚟，系要妈妈抱住你未啊？冇见我一阵就咁挂住我啦。哦。呢个又上嚟做咩啊？唔好搞到啊！唔好揿到啊！细佬掹紧只头发，掹你个头发。我以为你掹。我点会掹你头发啊？咦？啲细佬影晒嘅嘢，影晒咧，影到你加啲折影嘅。系咪到佢嗰啲嗯嗰啲声？佢一瞓觉就会咁样。因为头先晏昼出咗去食啦，咁所以咧我已经即刻觉得非常之肥腻啦。因为连续几日其实都系食啲好清淡嘅嘢啊嘛，咁突然间食咗一餐外面嘅咧，即刻罪恶感大大提升，咁所以咧今晚我要食清啲。而家咧就要准备下浸定啲菜先，虽然仲早嘅6:00啫，咁但系你啲浸菜都需要啲时间啦，咁所以一般咧我都会提早啲去即系洗下菜啊，整定下蒸下嘢啊咁样。咁而家趁 B B 瞓觉啦，跟住洋洋又自己玩紧啦，就快快脆做。翻少少家務先，因為今日出咗去成日，最主要都係洗下衫啊，吸翻個塵啊咁樣啦。因為其他唔係好必要咧，就唔會做住噶啦。今日因為最怕啲衫污糟咧，就即係尤其是 B B 嗰啲啦，咪最好就有位就即刻洗，即係有位晾。咁間 B B 嘅洗衣液咧，最緊要當然係成分啦。因為 B B 啲肌膚咁幼嫩咧，一定要揀啲成分溫和嘅，同時去味去跡都非常之緊要。因為你知噶啦，佢哋係成日嘔奶啦，又或者咩爆屎啦咁樣，係好容易有跡嘅。咁我呢排咧都係用緊呢一個 Baby Swap 嘅 B B 洗衣液，咁因為咧都聽好多媽咪推介過噶啦。咁用完佢洗大小啲衫咧，真係係冇乜奶味嘅，即係嗰啲嘔奶味啊，亦都可以去到嗰啲黃色嘅跡啊。打開蓋聞咧係仲幾香噶。但又唔使驚喎，因為咧佢成分係好溫和嘅，咁就算有時按手洗洗佢嗰啲沙巾啊嗰啲咧，都唔會話傷到皮膚。咁同埋因為佢係濃縮版嚟噶，咁所以咧每次其實只係用少少嘅啫。咁樣嘅話咧，其實係幾健洗嘅呢一盎。咁嚟緊咧，佢哋會有個 online 嘅 BB 展啊。如果買夠800蚊咧，再用我個 Cookmin C20 嘅話咧，就會送一包20塊嘅新西蘭純水製造嘅竹纖維濕紙巾，買 BB pad pad 啦，手啊嘴啊都 OK， 又環保又方便，大家快啲試下啦！而家做紧呢个奥运，洋洋咧喺隔篱做咗咩啊？洋洋你喺隔篱做咗咩啊？
玩貼紙好專心。玩玩具呢度，我哋玩玩具。我想影佢玩玩具，唔係想影佢搞相機。家姐，哦，家姐咩事啊？又家姐又扮 B B 喺度係咪？好啦，因为佢有啲扭计猪啊，所以咧决定同佢冲凉先，可能有眼瞓系咪啊？好啦，今晚食饭啦，头先已经整好晒我嘅嘢啦，咁其实咧。個份量係極之多嘅，雖然係都係啲唔係好肥嘅嘢，但係係勁大份咯，即係咧有好大碟嘅西蘭花同車釐茄啦，跟住有一個呢一個係超市買，即係就咁煎嚟食嘅一個魚柳咁樣啦，跟住都係啲配菜咁樣啦，睇過唔知點樣200+卡路里咁樣，跟住咧有兩隻自己醃嘅日式嗰啲醃鮑魚係啦，其實超級極度豐富，所以咧暫時都減得好開心。咁洋洋咧，我系额外煮嘅，唔系同我一齐食呢啲健康餐嘅，系啦。咁啊，小朋友冇理由跟我食减肥餐嘅咩？你？妈妈。嗯？我而家冲凉啊。哎呦！太大力咯，太大力咯，细力啲先。而家咧8:30咋，但系咧通常大少就呢啲时候咧就会扭眼瞓，佢扭眼瞓啫，但系未咁快瞓着嘅，通常9:00松啲到啦。佢系一个早瞓嘅 B B 嚟噶。哇哇哇，家姐咩事？我知我知我知。好啦，家姐出去啦，细佬要教教猪啦。快陪你啦！无啦啦笑啊，明啊！大笑大笑大笑！本来瞓觉饮下奶奶，跟住又起身。大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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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佬瞓着咗啦，头先我唔小心都争啲瞓着埋。而家咧就起身，快啲落埋个妆先。落完个妆，我希望可以早啲瞓觉咯。其实都冇乜嘢搞噶啦，之后就系要洗埋少少碗啊，同埋晾埋个衫啊咁样。咁所以咧条片咧应该都去到呢度就完噶啦。咁最近我都知我真系冇片出啊，因为实在有啲忙啦，同埋即系都好多嘢要处理，咁所以咧请大家原谅。但系咧上一条臭 B 片咧。我是有拍，即上一个月我是有拍到臭 B 片的，不过呢仲剪緊，所以呢在出完这条片之后呢应该就会出过一条臭 B 生活的啦。那再之后就希望我快点可以多返一段时间就可以拍返多啲片给大家咯，是啊。所以大家记住 follow 我 IG 啊，等我未出片的话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啊，其他东西啊这样啦。那好啦，我们今天就去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给个 like 我和订阅的 channel 啦，想看到生活上在 follow 我和杨洋大少的 Instagram 留言的话去社群我 post 留言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